以呢，每次如果有死亡之后，祈祷弥撒好紧要。祈祷的同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水，洒圣水和鱼香。因为呢，这个身体啊，好几千年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都觉得我们身体是我们犯罪的源头，但是其实不应该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们怎样存留在这个世界呢？这个身体帮到我们生存，这个身体是我们可以爱其他人，这个身体是我们可以陪爱，这个身体呢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到天主的恩宠，这个身体呢是耶稣天主不可见的个 presence 个临在成为可能。这个身体啊，都是一个可以领受耶稣真实的体统权，就是圣体圣权的一个圣神的宫殿。是身体是一个属性的身体，所以呢，在死亡之后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跟其他人说这个身体是神圣的身体，同埋这个身体将来有一日都有复活，是同一个圣体复活。所以在死亡之后我们要续成这个身体等待复活。如果你去读下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圣经中好多次提到什么？提到说我们的祈祷好像鱼香上升到天主台前，好像黎巴嫩的香柏，好像什么地方的鱼香。鱼香就是代表我们祈祷那个 smoke 那个烟幕，听广东话不叫烟幕，叫什么？应该是烟幕，你看你应该是木烟嘛，系嘛？唔叫烟叫咩？就系你点个鱼香有啲，好似烟嘛，因为系烟嘛，嗰个烟嘛有嗰个香嘅味道，因为鱼香啊，所以啦，呢个香味啦都好似我哋嘅祈祷上升上升上升到天主台前，代表我哋嘅祈祷，我哋嘅心。同埋另外一個啦，就係乳香啦、木羊之類嘅啦，就係人死亡之後可以是人冇死亡之後個屍體嘅臭味。第二可以保持我哋身體嗰個唔會老化好快嘅時間啦，應該很耐啲。所以個乳香啦、木羊之類啦，都係代表咩？代表我哋對天主嘅愛。所以教会呢，好多教会都有那些鱼香的，都有过于祈祷。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需要我们的祈祷。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相信一个人死亡之后，他就再不可以帮到自己得救。因为就是什么？是死亡是一个人的定论，你做的啱不啱已经完结，所以你要面对天主的审判，面对天主的公平、公义和爱，天主俾你审判，天主俾你审判，同时天主俾你惩罚。所以咯，其他人可以帮到死亡的人，自己唔得，所以需要我哋为死亡的人祈祷。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一定会记得我们的祈祷，因为好像如果你仆饿的时候，其他人给你食，你可以记住。当你没屋住的时候，你朋友给你住了两年的时间，没给你要一蚊，
但你会记得佢嘅。一个已经死嘅人，如果得到救恩，自己唔可以得到救恩，因为你对佢嘅祈祷，佢得到救恩，你谂下佢会唔会忘记你咯？一定唔会忘记你。所以咧，佢哋一定喺天堂为我哋祈祷啊！所以呢个系我每次做殡葬礼仪嘅时候，每次都在最后一句说话同佢哋咁样讲：记得礼仪完结之后啦，唔系完，只系一个开始。而真正嘅祈祷啦，就翻自己头盔，要为已亡嘅兄弟姊妹啦，为佢哋参与弥撒。第二，又要为佢哋献弥撒。为佢祈祷。第三，用自己祈祷的时候纪念佢。第四，要同其他人讲，我认识一个兄弟姊妹，佢已经死咗而家，所以请为佢祈祷，好紧要嘅。结尾完啦，生生死死，菲律宾嘅全国经验。你到啦，我印咗十二份啊，系我在公告簿上写嘅文章，天主教嘅公告簿啊，就系我关于在菲律宾传教嘅时候一啲经验，好简单，系咩啦？其中一个就系啱啱同你哋讲嘅嗰个头变成这样嘅嗰个年轻人啊，另外一个啦系咩？就系呢个菲律宾每年嘅十一月一号同十一月二号系天主教嘅祝圣节同埋追思而亡，唔知你啲教会有冇咁样一个？就系咩？系一年一次祝圣节，系所有圣人过入我哋纪念佢哋。点解咯？因为佢哋追随耶稣嘅一生当中，为我哋立咗一个好好嘅样，我哋可以学习佢哋嘅生活。所以由一年一次，我哋要睇下嗰啲圣人点样生活，我要学。十一月二号就第二日是咩咯？系追思而亡，就系为所有自己嘅屋企人、自己认识嘅朋友、自己嘅甚至唔认识同一个教会嘅兄弟姊妹咯。嗰日我哋都会为佢哋祈祷。但系菲律宾，我澳洲七年，菲律宾三年半，中国几乎二十年，香港两年。我睇到係菲律賓係唯一一個地方係將生生死死啊睇嘅最動邪，睇嘅最清楚嘅一個目的啊。點解咧？十一月二號追思而亡之前啦，佢哋要咁樣一個習慣啦。係十月三十號嘅時候，佢哋就開始去墓地啊，墳地嘅地方清潔個墓墳地，同時啦，將草啦入去啦，清潔之後啦，等住十一月一號同埋十一月二號嘅時候，整個家庭啊去嗰個墳地啊，由朝早去到中午、夜晚到聽日，全部在墓地啊咁離開嘅。在呢度食，呢度瞓覺，呢度飲酒，呢度彈嗰個吉他，彈彈唱歌跳舞，手放在嗰個石碑嘅上面停一停，這個人之前點啊點啊，所以幾有意思嘅係咩？我有佢哋嗰個生活中睇到係咩？死去嘅人好似都冇死，活嘅人生活嘅人好似咯。都看着自己仍然是和已经死去的人就是，所以都鼓励你们有事去菲律宾看看他们怎样过那个追思而亡。但菲律宾有些危险真的是，我知道，但我住在这里三年份都没死，相信没事的。好了，最后想说的是多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咯。同時啦，都希望通過分享啦，我哋對死亡有一個理解。同時啦，都可以做到幾次我哋睇到有需要嘅人啦，都可以幫到佢哋家人、以亡嘅人。
希望有一日我哋在天堂上重建的时候啦，因为我哋的分享可以是我哋对于自己生命、其他生命的益处。今天要交付所有人，或者五个，每人一份，或者自己一人。同时呢度都有我的 email， 如果有啲问题啊咩啊，你可以俾我写 email。時間都不早了，也很多謝譚神父今天跟我們的分享，可能有些東西呢跟我們一向的觀念可能有很多不同，但都不要緊，我們都是認識多一些、我們自己教會以外的一些的、什麼呢的知識啦、然後當我們遇到一些朋友的時候，我相信剛才譚神父講給我們一些那十一點裡面呢、不多不少我們都可以真的應用到在我們的信仰裡面，在我們的弟兄姊妹的身上，那我們、拍手掌，多謝譚神父，因為他真的很辛苦，又塞車又來到加時給我做下，那就、晚安啦，咁就下個禮拜六，唔係啦，下個六號啊，應該係咪六號啊？禮拜五我哋喺度再見面嚇、啊、，OK。